爸，来吃个肉丝煎蛋。爸，来吃点鱼，这鱼啊是水里的。哎，你就做了一条啊？啊，这一条也不够分啊。这鱼得有五斤重呢。不是，下回做三条，三个人呢。啊。喂，哦，外卖到了啊，放门口就行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外卖到了，你去拿一下。我问啥？给你点个烧的烤。烧烤？烤串？我不信。你去拿，你不去拿，你待会别吃了。行，我去拿。没事没事没事，爸去吧。啊，爸，爸去。爸，辛苦你了，就在门口啊。老公成天好吃懒做，跟猪一样。喂，媳妇儿，是这个吧？哎，没错，就是这个。爸，您今天啊，这是烧烤。干嘛呀？哎，你真有啊！我是那个。你不是有那么多饭菜了吗？爸不是说他想吃饭吗？这给爸弄的。你看看你，我给爸点呢。爸吃这个，我吃那个。爸吃什么都行。爸。那委屈你了，那今天这饭菜都给你吃吧。行，那爸坐下吃。嗯，好，你慢慢吃啊。还有那炒豆皮，好吃，你慢慢吃啊。都给你。真自私。就等着饿肚子吧。好的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爸还挺爱吃鱼啊。这鱼做的太入味了，这鱼骨头可不能浪费了。难得吃上一顿好的，人才啊！我爸吃的可真行啊！味道怎么样，爸？多吃点。没吃过鱼吗，爸？我都20年没尝过红烧鱼了，每回都被儿子抢走。今天我算是有口福了。妈真香！哎呀，我馋的不行。哎，我看烤了什么？哎，等会儿，烧烤肯定是在的，就这么点儿。你要现在打开，咱们一块儿吃。干吃干吃干吃，一会儿吃。真的，可算把老公给忽悠住了，差点就露馅了。哎呦，好饿啊！我爸还挺护食啊，不会是跟我学的吧？有人。这豆皮这么香吗？那当然，我炒的。儿媳妇这炒的又香又劲道，还特别下饭。你怎么做的？爸，这个可简单，我就炒点辣椒。哥哥姐姐们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家吃的下饭菜就是这个东北大豆皮，纯手工制作，而且这个配料很干净，里面只有水、食用盐还有大豆粉呢。而且它这个都是做成九层干的，表皮没有盐渍，热量特别低，吃多少都没有负担。而且做法也很简单，吃的时候就用温水泡5分钟，凉水呢就泡10分钟，泡开之后直接凉拌炒菜或者是涮个火锅都特别香，特别的好吃。现在还有活动呢，这么大一袋足足3斤重，才10多块钱，还给包送到家呢，这么划算啊！多买一点，啊！知道了。炒个肉丝，炒点牛肉，别老是就炒辣椒啊！知道了，他这个随便一炒都香，这么大一袋够吃好几个月了。吃快点，烧烤都凉了。吃饱了、啊，爸。那我吃烧烤了啊！烧烤你吃不下了吧？啊，烧烤来了！哇塞！太香了！哎，我看看烤的什么？黄瓜、萝卜、肉呢？不说好的烤串吗？啊！还吃肉，像你这种又自私又贪吃又不像男人，有这点菜吃就不错。觉得我做的对，哥哥姐姐们，给我们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。哎，下辈子不一定还能。我不够吃啊！我很珍惜，不敢大意。你是有那么多吗？
都给你生了两个女儿了，有必要这样子吗？当初为了你远嫁过来，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哪来吧你？哎呦我的妈！你干嘛呀？还干嘛？是你吃的吗？在家天天就知道带孩子做家务，也不出去干活赚钱，花我的钱就得听我的，好吃的也得让我先吃。你怎么那么自私呀？啊？什么我自私？我是你老婆， What? 你不应该把好吃的都给我吗？把你老公伺候好啊！这个老六我真的服了。幸好妈还给我准备了好吃的，等会我一口都不给你吃。啊、我信个鬼信！还好吃的。妈今天都没出门买菜，你就吃空气去吧。啊？你什么呀？啊？什么呀？回答！妈早上给我炖的牛肉。牛肉啊！你给我。妈给我的。这什么给你的？你个外人配吃牛肉吗？啊！你个农村人配吃牛肉吗？你连孩子都生不出来，你配吃牛肉吗？啊！我不是给你生了两个女儿吗？女儿有什么用？长大了不还是要嫁人啊？我要儿子，儿子，儿子。换官，你都有夹馍了。换面，我不换，夹馍给你。钻了总比饿肚子好。便宜你了，赶紧吃吧你。那你多给我。对，你别后悔。不后悔。炖牛肉闻着就香。炖牛肉。我都有炖牛肉了，还后悔个啥？等你吃完，我再吃我的牛肉，省得你在旁边看着我吃，影响我心情。他真香啊！嗯？怎么？没事，我想让你待会儿再打开，你知道的，我农村来的，胃口大。你打开，等会儿我边请你的。我肯定一会儿吃啊，你抢我的，你敢不敢？赶紧吃，儿子，给我喝口水，实力实实的。家馍哪有我的炖牛肉香？炖牛肉，好香。有这么好吃吗？要不说是农村来的呢，没见过世面。吃个香蕉，看他吃，我肚子都饿了。黄瓜的味道有点怪怪的，哥哥姐姐们，你们说怎么回事啊？他真香啊。吃的磨磨唧唧的。老公一点也不识货，这个夹馍吃起来松软可口，夹着配菜吃太过瘾了，他一会儿可别后悔。周日强，老公你吃吗？我不吃啊，我有炖牛肉，你是猪吗？啊，几个夹馍吃的有这么香，有这么好吃吗？好吃啊。好吃啊！那怎么流口水了？哥哥姐姐们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吃的很香的，就是这个玉米夹馍，它这个满满的膳食纤维都是粗粮，大家平常不知道吃什么时候，就可以供你啊，炒两个菜，然后蒸点肉，蒸点馍，夹着吃啊，可香可开胃，可好吃了。而且这个做法也特别简单，吃的时候上锅蒸5到8分钟，蒸熟蒸透蒸了就可以吃了，特别的方便。现在还有活动呢，这么大一袋才10多块钱呢。平常不知道吃什么的哥哥姐姐们，可以拍点回去尝尝，真的很好吃，而且它这个玉米味特别浓，软糯香甜，好吃。多买一点啊，知道没？知道。夹个牛肉，夹个羊肉都香。嗯，真香。你吃完了？差不多了。那我吃我的炖牛肉了，炖牛肉。西红柿啊，西红柿怎么吃啊？幸好今天妈今天出门的时候让我留了个心眼子，不然我又要饿肚子。你吃饭吧，我带孩子出来。离婚。